另外消息来关心，台北市中华路还有开封街的路口，在今天清晨发生了一起翻车意外。一名穿着台北捷运公司制服的简姓男子，他在开车经过路口的时候擦撞了安全岛后翻车，所幸男子还能够自行脱困，身上也没有明显的外伤。而经过酒测后，酒测值为零，排除是酒驾肇事。整辆银色的轿车就这样翻覆在大马路上，车子严重凹陷，可见当时冲撞的力道有多强。而简姓驾驶公称，他是因为视线不好才会不小心撞上安全岛。所幸这场意外呢，并没有撞上其他的人或是车子，简姓驾驶也没有大碍，是不幸中的大幸。